啊，道教女生狐仙佛派创派宗师黎勉法名黎鼎石造白狐老人，到福建省福州市，系啦后山临水夫人宫呢度咧就系、是，佢就系咧临水夫人斩嗰条蛇嗰阵时嘅地方嚟嘅，就临水夫人你知嘅咧就祖师爷嚟嘅，女生派祖师爷系我哋女生狐仙佛派。嘅祖師爺，狐仙法派兩個祖師爺，一個就是陳李林三奶娘娘，啊，一個就是山寨與狐仙歷代掌門。咁呢一弟子黎宜銘就嚟到陳林水夫人、陳李林三奶娘娘呢度啦，拜拜啦。啊，你睇咧就咁嘅，大家有空都要嚟拜拜喎。好啦，介紹到此。